如何养出一个脸大腰粗没脖子的小猫咪。来来来，看看舒克最近在吃什么。舒克最近吃的这个宠帅五谷猫粮，原料只采用了鲜鸡肉、鲜鸭肉、鲫鱼，42%的高蛋白含量，零谷物、零豆类，用了鲜肉酶解的工艺，奔子通过酶解让猫咪更好吸收，胃蛋白消化率达到94%，长肉肉发腮。它里面有52项营养成分，42%的高蛋白含量，为小猫咪的营养健康保驾护航。而且里面还额外添加了乳铁蛋白，能够调节肠道菌群和提高保护力，非常适合肠胃不好的小猫咪。如果遇到挑食的小猫咪，买回去不吃也不用担心，他家支持15天不吃包退，而且还有运费险，真的很贴心，两杯奶茶钱就能拿下。赶紧来 get 舒克的同款猫粮，养出大肥猫吧。